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喜欢吃芝麻酱的？我今天要去买芝麻酱，他们家这个芝麻酱是现磨现卖的，是我心目中的 top one。喜欢芝麻酱的小伙伴跟我来。我现在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在 Amor Q 的大牌722。Follow me。这个、啊、芝麻是台湾最顶级的，那上等的那个清洁过杀菌过的，杀菌过的这个芝麻。然后现在小姐姐，我先订了那个芝麻酱，所以订了以后呢是现磨的哈。我第一次来啊，我是闻到他们家的芝麻香来的。对，这个小姐姐说他们这边有 brochure 啊，就是姐妹们，这个黑芝麻酱的好处全写在这儿了，大家可以自己看哦。黑芝麻的确是好东西，我爸每天吃了，然后头发都是黑的。然后我发现他们家的这个人参沙棘肽哈，你看。全部都是顾客订满了的，这都是全部已经卖出去的是吗？对，这全部都是25盒6个月的量，1400。25盒6个月的量，对，1400。就是买一盒揣，买5盒揣，之后，好，感觉很好，精力很好，做一天工没有疲惫感，还可以减肥去三高。对，减肥不仅仅是去三高，它是通血管、通神经系统，然后还有缓解更年期症状、各种慢性病，刚刚要萌芽的慢性病，你喝3到6个月之后，你去检查。全部清为零。你自己本身也在喝是吗？对，我也在喝。这状态挺好的哦。我上次我见到你哈，到现在哈，我们一年没见了哈。差不多。越来越年轻了，姐妹们，看来这个是宝藏的哈，宝藏人参沙棘肽，可以买来试试。OK。我算一个 size， 大、中、小。